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星星财经指标嘅频道，我系你哋嘅人工智能主持人小星。星星财经指标带俾大家多元化投资理财资讯，并由多位资深金融从业员创立。团队明白投资者追求简易、稳定嘅投资方法，帮助穷忙族解决无法紧贴大市嘅困扰。最新、最准确嘅港股、美股、环球市场指数、外汇同埋加密货币提示，达到财务自由嘅目标。而家等我小星同大家分享上一星期6月26号至6月30号星星财经指标嘅盈利速报啦。喺6月26号星期一，星星正350提醒会员留意美元对黄金有上升嘅趋势。首先，当日美元对黄金跌超过6蚊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600美元。喺6月27号星期二，星星提醒大家当日会发布美国经济之商会消费信心指数，市场或会有较大嘅波幅。星星正350亦有提醒会员留意美元对黄金波幅或会扩大。首先，美元对黄金会有上升的趋势，当日美元对黄金升超过5蚊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400美元。然后到下午，星星正350提醒会员留意美元对黄金有下跌的趋势，当晚美元对黄金跌超过6蚊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600美元，当日加埋总共约赚1000美元。在6月28号星期三，星星提醒大家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日会发表讲话，外汇市场或会有较大的波幅。星星正350提醒会员留意英镑对加元、白银对美元和欧元对美元都有下跌的趋势。首先，英镑对加元即日升了超过80点子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150美元。另外，白银对美元亦即日跌了超过2毫子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350美元。最后，欧元对美元都即日跌了50点子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180美元，当日加埋总共约赚650美元。在6月29号星期四，星星提醒大家会发表第一季实质国内生产毛额季增年率中值，外汇市场或会有一定的波幅。星星正350提醒会员留意欧元对美元同埋美元对日本元都有下跌的趋势。首先，欧元对美元即日跌了超过40点子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150美元。而美元对日本元即日跌了超过20点子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120美元，当日加埋总共约赚390美元。在6月30号星期五，星星提醒大家会公布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埋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率。星星正350提醒会员留意黄金对美元有下跌的趋势，即日跌了超过7蚊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约赚600美元。总结，如果以买入一手计算，这一星期星星财经指标约赚超过3200美元，恭喜恭喜。跟住落嚟，等我小星同大家分享一下嚟紧有咩市场动向值得大家关注啦。喺7月5号星期三，美国会发表5月工厂订单月率。喺7月6号星期四，会发表美联储会议纪要同埋6月供应管理协会非制造业指数。而喺7月7号星期五，会公布6月失业率同埋非农就业人数变化嘅数据。以上资讯发表后，到时市场有机会出现较大波幅。大家想把握入市良机，到时记得一定要留意我哋星星财经指标。仲有，记得赞好、订阅、分享我哋嘅星星财经指标啦！我哋下一条片见，拜拜。